不是讲我请不吃的问题呢喂，贵水电器是不行，工地就几万，今天就给你们吃。工厂你是他妈陪呗，贵冲干给你们，其实你是爱人的。但他们上来做车呗，争取平民那对三年抗生了，确实你一年贵那做半年，讲那凶了，贵水电器是不请吃。我出手玉米田，业绩他三点过万，如果休息哪有不谈？拍到平民给咱亲们来过看去，年底工作，星期七晚慢慢通过新南湾呐，咱们再来看去，谢谢平民谈，谢谢拍到叫叫我保持新年收哪有外套，争取哪都有外，平民们集体联作为操作。并不吃的巧计，加拿凶器，关系边际融不清，空场出内他怕，他当干娘切不提你，怎么你听路看大呀？没准不行，别根据手机拿我当切记。加拿凶器，不要拿准备实际提出，平民党加拿凶他，身他人肉东西以外，根据手机拿送。不同样加拿凶器。多送保险系单的业绩套排队台场地门一边直达休息期限也不谈可是杨国清不巧了前面居住期限也不提根据这个拿送那你讲了咱的师兄第一个那就不叫这边天接个接了那你排没人要了呀民众送别给郎中用他第三天一下怕接下来这里压人去怕下去那你排南党讲了能业绩拿了呀那你交融去了呀前面学习现在就拿着一碗，朋友们，今天来做个操作，并不吃点巧气。突然感觉这些苦个也是挺腻，光是讲我吃不巧，过出手给个第一杯，加那凶气，恭喜一碗，比贵阳拿送。但他们上了呢，一下让我弄的看个啥个，我听都不到起。Panchen Lama! Long live the Panchen Lama! Long live the Panchen Lama!